S 又来晒姐夫啦！15日晚上，小 S 在脸书上抛出一则鞠婧祎做菜的影片，写下"我的姐夫也太完美了吧"。这就是我的胸部，胸部。Could you please open one more button? No. Why? You look younger and skinnier. 我减肥啊。So handsome. Why do you love my sister, not me? Why do you love my sister, not me? 因为。因为 what? 因为她很美丽啊。是不是？对。那我嘞？你可爱是可爱，神经病，他是神经病，可爱。小啰嗦，因为他是神经病。神经，可是我是漂亮的神经病啊。神经病漂亮神经病，好笑哦。High international famous, OK? 影片抛出后也引来网友们留言，直呼好欢乐的家庭氛围，真的好幸福。这个姐夫看起来正常很多，有人大赞姐夫这样穿真是太性感啦。